同船舵，百年修得共枕眠，两人皆为夫妻脸，天生一对好姻缘。欢迎收看我们的天生一对绝配。好，今天的来宾呢，我们评审团有张若昀，哎，还有赵婷、邵美琪、包伟明、张学明，啊，张明学，张明学，我还救过，张明学，来，各位评审仔细看我们今天的夫妻脸，哎，这个第一对夫妻，我们要介绍是啊，来自彰化的，哦，彰化，彰化，两个人听说脸都长得很像霸王，那我们是北霸王的呢，行，那我们先来欢迎他先生吴汉松，请看。安尼个无行吧，完行噻，先供完啊。你好，吴汉松现在做什么行业？我目前是送便当，还有开娃娃车。一天大概卖几个便当？一天大概两三千个。哎呦，一个大概都赚30块左右啊。我那个包便当是学问哎。哦。当你包到第100个的时候，那前面99个都凉掉了。对，那员工一定很多了。我们员工十几个。十几个嘛，哇。那你太太也是在便当店服务吗？没有，她在家里照顾小孩。她是什么认识？送便当送到认识，对不对？不是，是那亲戚介绍的。有点相亲的性质啊哈。他家从来不开火，都是家里带那个公司带便当回去吃啊。大部分暖。哎呀，真搞啊！来，我们看看他的太太林雪清，请看。哎呦！哇！这不是光脸像，连身材都像啊，这不简单吧？腿都像。江先生，你这个笑声稍微控制一下啊。既然笑这么大声，你就先来讲好了。对，就他们哪里最像？哪里最像？我觉得这不是送便当的问题啊，他太太没送也是很胖啊。先生送太太吃啊，是吃便当的，光是吃便当。刚没有听到他们没有卖完便当就带回家去吃啊。就是啊。林小姐，请问一下你几个小孩？一个小孩。你家庭主妇。对，那当初怎么会嫁给你先生？是因为两个长得很像，还是因为他是送便当？他爸爸跟他妈妈看喜欢我。哦，喜欢你，好凶的对。有啊，富太。这个，你认为你有帮夫运吗？有啊。有。他比较疼老婆啊，他会起这么胖啊。哦，听无嘴，大富贵。啊，你好，来，我两个人往前。来，两位请出列来，我们让我们现场的评审再看一下啊。好，我们请邵美琪讲一下。邵美琪，现在我还找不到，你先问他们。那我先问张若昀的，你觉得？我觉得他们的眼睛，两个的眼睛非常的像。嗯，两个的眼睛啊，他们都是有点弯月的，笑起来的时候那种感觉。圆月弯刀啊。对，那两个眼睛非常像。不是啦，我跟你讲，我胖的时候眼睛也是这样啦。你现在有瘦吗？这比较瘦，嘴巴也蛮像的。嘴巴蛮像，因为笑起来更像哈。嗯。我老公都很酷，不太笑的。你前面笑球这样。啊，就是我。包伟明呢？我是觉得他们脖子这边两条这个线蛮像的。好哎，蛮像的。你觉得他们的双下巴像不像？双下巴像，很像啊。不得，来，邵美琪找到了。我觉得他们的衣服很像。这个哪里？这个是哪里找来的？这个啊，是那个香港啊。啊，我觉得要把墨镜拿下来，他可能会比较清晰。是晚上八点过去搬机，你看。真的，我真的觉得他们的衣服很像。那当然了，我们制作单位给他们穿的还不像。江先生，我觉得都很像，鼻子都有出油啊，然后嘴型其实是最像的，你注意看的嘴型非常像。是。那我请问一下，你们家的床有没有经过特别设计？六尺四方可以承受到那种重量就对了。你能夹起来应该有180公斤哦。不，没有称过。差不多100。因为怕，因为不敢称啊。不敢称，不是怕身体要大。那不能面前卖嘛，从来慢崩溃啊。总要面对事实啊，对不对？没有啊，这样称就是说，哎呀，他吃太多了会胖。有没有想要减肥过没有？有啊，就是瘦不下来。我这么讲，你在送便当对不对？坐下，嘴巴不。你一餐可以吃几个便当？几个便当？几个呀？阿弟嘞？我便当大部分带回来都是，不啦，比较没有吃的。正餐他们吃的是很正常，是点心一直在吃。对啊，睡觉嘴巴才会甜。洗洗碗了啊，没有困难，一直加了。除了睡觉闭起来，其他都在吃这样。对，那就跟这小朋友一样了嘛。好忙哦。你说你习惯越来越胖没有啊？老公比较疼我才会胖啊。哦，婚前没有这么胖哦，是不是？婚前没有这么胖。婚前没有，其实你把他养成这样就对了。对啊，是婚后才开始胖。幸福美满啊，有远有近嘛。来鼓励一下啊，夫妻美满啊，幸福美满。那其实
哎哎，邵美琪有什么事？我要找到了，一样要找哪里？就是他们的心，心一样。那个，把麦克风收起来。你像我们很难处啊，我们不能说，那像把心挖出来看看像不像？你要挖左心房还是右心室啊？来，我们看看他们照片，请看。哎，哎呦，哎呦，这个像不像？平常讲像像像。哎，你看老公那个好像《欧陆八骨团》《志春剑》里面那个头尾嘛。好，这对夫妻照片又很像啦。哎，好，这是第一对夫妻，来自彰化的，来吴先生，好，来谢谢。第二组来自台北的一对夫妻，好，来一起来欢迎蔡世敏先生，请看，来先看老公来。蔡先生你好。今天来的都蛮福泰的啊，对对对，也是送便当的，不是，我是五谷美语分校，哦，那是英文老师，你是老板呢，与我老婆共同经营，与他老对嘛，跟老婆一起共同经营，哦，那以你这个专业人员来看呢，学英文的小孩子大概几岁开始学最好？从小学最好，那会不会小时候母语还没有讲好的时候，那个，你就给他灌输英文，到时候国语也讲不好？三岁的时候，三岁时候，哦，开始可以学英文，就听说以后国小都开始实行双语教学，对不对？对 对，就有英文又国语这样。你的英文名字叫 Trust me, you can make it。英文叫蔡世敏 ，Trust me， 真的呀 ？Yes， 他名字叫蔡世敏，说 Trust me，Trust me。那你老婆姓尤了？No, no, you can make it, you can make it。我将会尤死你的。老婆叫 Mickey，Mickey，Mickey， 他叫 Mouse， 跟你介绍一下。蔡世敏加尤肯梅啊 ，Trust me， 尤肯梅，王静雅阿雅，先欢迎他的老婆王静雅，请看。Trust me， 你当初跟先生怎么认识的？有一点点被拐吧。被拐啊？你在大学是念英文系吗？念幼儿教育。那你跟先生自由恋爱还是相亲？恋爱，而且是很浪漫的恋爱。哦。可不可以列举其中最浪漫的一件事情？请问第一天亲你是在什么样场合？哦，第一天亲我的时候，哈，是这个母亲节，妈妈不在家的时候。哎呦，他们第一天又带回家啊？他们引就寄诱妈妈出门啊，送妈妈的两张电影票，然后两个人就在他家还是你家？啊，送我妈妈去大陆，然后去看他妈妈。对，我厉害，送那么远啊，送到大陆，而且送去三个月啊，那接吻时间可长的了。回来就说已经可以抱孙子了。来，两位请到前面。哎呦，我们的 Trust me 厉害啊 ！Trust me， 厉害，爬起舞高劲的，就这种高妹，这种男人才会成功啊！你看做事业肯定果决嘛，对不对？而且善用计策啊，哎，对不对？有他有政策性的做，是是。来，我们请我们的包伟明。我发现到他们两个的眼泡很像。三天没有睡觉。不是，我也有啊，但是你们俩特别像，那大小还真的是刚刚好。哦，尺度量过的了，不能长特别大，也不能。真的，真的，真的。哎，张若昀呢？我刚从侧面看过去啊，侧面看过去好像两个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哦。尤其是侧面，两个从鼻子啊。两个从侧面这边开始照过来。还有他那个腮帮子，两个都很像。那我们的江先生。我觉得其实男生的鼻子很少长像这个先生这样子，所以其实长什么样子？不是，就是说他长得鼻子比较像女生，所以两个人的鼻子很像啊。其实大家很少注意到鼻子，鼻子是一个五官人的中心。不是，鼻子有分男的女的吗？我们经常注意到 Trust me 他的眼睛。我们一开始刚看到他的时候，哎，拜托你把眼睛张开。眼睛在哪里啊？然后他已经张开了。张开看到了是吧？就在学校监考的时候，人家都以为老师睡着了，突然起床。其实老师眼睛是真的睁开的，可以作弊。以为老师睡着。我觉得他们有一点娃娃脸呢，蛮有点 baby face。嗯，我觉得看起来都蛮像，像他们如果穿小学生的制服，其实都蛮像，因为他们有那种很纯真的感觉，可能跟小朋友接近。穿小学生制服像话吗？看吗？有小学有这种赛制服吗？几件加在一起啊？我想问他们一个问题，好，可以吗？可。你们现在开心吗？非常开心，你看他们的笑颜最像。忙起来，离开现场哦，不用等到晚上，现在就有班机回香港，原机遣返香港。给他定位的座位啊。三个问题，你吃饱了吗？吃饱吗？你们衣服很像。最后你们两个婚姻开心吗？你们什么时候那一个？来，我们看看他的照片到底像不像。来，请看。哎呦，小红魔灿，他眼睛真的不见了，真的不见了。抱在一起，眼睛也不见了，差一点可以到
云林园长相当乡长，蛮像，蛮像。好，谢谢这对夫妻 ，Trust me。谢谢。接下来第三组夫妻来自于台中，台中的哈，台中的谢延迪先生开设台中辣妹泡沫红茶店。哦，真的吗？我俩最近才被抓而已，台中最近。哎，他，哦，老婆很棒啊。叫叶玉清，波神叶玉清，哎呦哎呦，报喜啊！我们先看他老婆好了，好吧？先看他老婆，不不不，先看先生嘛，看什么样的先生娶到这种老婆嘛？叶玉清，叶玉清哈，这名字很像人。这个邵美琪的朋友嘛哈，叶玉清啦，你港星啦，好了，侯歹坡，侯歹坡，侯塞雷啊雷啊，来，我们介绍我们的先生谢元迪。元迪，哎，谢谢两位好，来，在哪服务？台中人寿。好，是我们寿险业的代表。空难频传的时候呢，保险业又增加很多了。对，就为了因应这个演艺界哈，我们特地哦，意外险又增高了，可以再多买500万了。哦，就是小董，你这样出国可以多买一些。是是是是是，那受益人也不会是你，你管我保多少？哎，哎，那这个老婆，这个叶玉清是你，是香港那位吗？台湾。台湾叶玉清啊，哦，台湾版的，台湾的叶玉清啊，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了。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太太叶玉清。哎呀，广告之后马上为您揭晓台湾叶玉清庐山真面目。这老婆，这叶玉清是你，是香港那位吗？台湾。台湾叶玉清啊，台湾版的，台湾的叶玉清啊，我们已经开始期待了。来，我们来看看他的太太叶玉清。大家好。是是，当我们在期待叶玉清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的时候，可是看到他先生既然来参加夫妻脸，相对看到他先生之后，我们就期望没有那么高了。不是，后来看到之后呢，发现了中间本来叫叶玉清，对不对？中间那个玉可以拿掉了，底下叫叶青的话嘛。他姓叶青了。你跟你先生是怎么样认识？啤酒屋喝酒认识的。哎呦，原来也是这个喜欢喝两杯啊。是是，当天晚上就认识的吗？就是喝完以后，然后有四个男生嘛，其中有一个说要打电话给我啊。我当然是要给自己机会啊，是，就说好啊，打过来啊，然后就电话联络以后就有约出去，这样后来慢慢认识了一年才结。也就是你现在追你的时候，还有很多男生同时追你。不是，我们那一次去啤酒屋的时候是刚好我跟我同学两个人，然后他的朋友就是等于四个男生，他是其中一个。那你先生做了什么感动的事让你决定要嫁给他呢？好，我是觉得他蛮浪漫的，就是了。嗯，瓜哥啊，刚才张若昀讲说，是不是他们大家都喝醉了？那天没有了，没有了。那现在夫妻两人会不会在家里小喝两杯呢？会啊，有时候去喝喜酒的话，整桌没有人喝的话，我们两个人就对饮。哎呦，感情很好。那两位谁酒量比较好？先生好还是你好？他都说他喝输我才娶我的。原来是喝输的，哪天我可以请他们喝两杯啊！大家来，来两位请到前面来，来来来。瓜哥，我有意见。哎呦，这两个就邵美琪一直跟我讲说，叫瓜哥叫他们赶快拿一瓶酒来喝看，我们吃。来，鲍明觉得他们哪里像？我觉得他们的微笑，感觉整个面相很福泰，很福泰，哎，感觉很舒服，很甜的感觉。谢谢。这一对应该算上老夫老妻了啊，因为他们结婚11年了，你看看，对啊，感情弥坚，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就很像，就很像了，越来就越像，啊，后来连啤酒肚都一样了。来，我们邵美琪旁边的赵婷，我们一定要让邵美琪最后讲，因为她每次都出幺儿子让她最后讲。其实我觉得真的夫妻可能相处久了，说话的那种模式感觉都很像，很像的脸型，然后讲话那种感态度都很像，粉像哈，粉像哎。接下来就邵美琪，好压轴来，旁边的两位那个，我们再让你问江先生，邵美琪旁边的右边两位那个江明学，脸型很像嘛？那因为他们也都酗酒嘛，什么酗酒？不是酗酒，酗酒都爱喝酒，小酌两杯，习惯个性像嘛，额头也很像了。哦，对对对，所以这方面都很像了。对对对，我觉得额头很像，很亮。那就邵美琪旁边的张若昀，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都红光满面的那种气色很好，气色都蛮好的，是不是因为常喝酒？喝酒会气色很好？没有，因为还宿没有，因为还在宿醉，所以脸是红的。我也常这样子。有啦，夫妻小饮不是每天都喝的，他们几乎差不多一个月喝不到10天嘛。没
有常常喝啦。没有常常喝啦。对。就一结为夫妻何必常喝？那是说还在追他的时候，一定要常常灌一下。口水倒是经常喝了。啊，是是。哎，那像邵美琪呢？啊，邵美琪来。好，谢谢，我们来看。好啊。他真的想不想？小心小心，不要这样子。他刚才问我说，他刚刚有想到话、啊。他刚才问我说，这个普通话怎么讲？我说鞋子，他不知道要表达什么。鞋子，然后是鞋子。上海话叫孩子，普通话叫鞋子。嗯。鞋子。鞋子怎么样？不想。什么都想。我说嘛，你不硬要他讲话。你讲的那个，我先生他也刚刚有讲过。鞋子，鞋子不像。你晚上要如果要回香港之前，先跟我买一张保险，你再回去比较安全。你要谋杀他？拉保险拉成这样，来看看他的照片，请看，请看。哎呦，像哦，像哦，哇，照片特别像。电脑动画。各位请看 ，Me too 啊 ，Me too。好。这一组夫妻，我们总共有三组青年参加我们夫妻脸，评审就要评断了。来，这第一名可以得到非常啊，来第一贵重的礼物啊！来来，我们请三组出列，第一组这边，第二组，第三组，来评审好好讨论一下。今天总共有三组，第一组、第二组、第三组都很像。今天获胜的马上在这个单元当中可以获得我们的非常新马五日游免费来回机票以及国际级饭店住宿。哎，来来，请我们评审团请举牌。我们现在来请举。一选几号？二三，请举牌。邵美琪很坏，你举一号，他们两个啊，好不好洗啊？他们看一看又拿回去，放又放下去举三。好，你们要打他注意，他住哪里？我告诉你。来，为什么？讲评一下为什么？邵美琪为什么选？为什么邵美琪？他们知道的，谁知道？我们刚才是表决的，我是选一号，那江明学选一号，那三号是他们三位选的，这样马上把我们少数服从多数了，少数服从多数。评审团当然一票数。那当然就是说，为什么三号？因为三号整个的面相还有他们的谈吐，非常的类似。谈吐是什么？谈吐鱼的，谈跟吐好不好？哦，谈吐。那整个感觉，那张洛君呢？所以张若昀选择，我是选择三号。其实今天一号跟二号的都很像，那只是因为我觉得三号他们整个的整体感觉比较好一点。嗯，这个大奖虽然落空，待会还有那个床上功夫大作战，那个是现金奖，两万块的奖金。但是我们参加奖的这个一组跟二组可以得到省电热水器。让你们好好回去许个愿，鸳鸯浴。他有话正在表决，他说我们给三个都得奖，我再举一次。好啊，邵美琪，你要其他的，那你付钱。我们要再商量。没有人要跟你商量，十万块就不能商量了啊！来，好，我们谢元迪夫妇获得我们的非常新马之友，谢谢，掌声鼓励鼓励。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夫妻脸，马上的进行我们床上功夫大作战。是夫妻相处时间最长的地方，哎，床也是夫妻第一次深入了解的场所，床也是夫妻恩爱的必需品，人类生生不息的源头，哎，所以人类因床而伟大。马上进行我们的床上功夫大作战，哎，过关25秒的都有20000块的奖金，20000块都20000块。第一组夫妻有这个蔡思敏，哎呦 ，Trust me， 这现在有 Trust me 先来的，哎，王静雅来，来来欢迎欢迎来。夫妻脸啊，来，夫妻脸请上。也蛮规矩，他这样拖鞋还这样。斗牛啊，干嘛叫还要拨土啊？哎，好了，加油！机关动作等你出来做哈。我做黄导投诉啊，投诉。记住啊，要你要有个共识，是先换裤再先换衣服。裤子。对对对，好。25秒，预备，开始，加油！这个配得很好，红白胜利啊，有够红白胜利啊！等一下，那袜子呢？哎，你袜子我少，你没叫你换袜子啊？袜子在哪里？
哇啊，好哇哦，好吧，在那边啊，好啊，各位观众可以看到他们里面都有穿着这个安全衣啊，而且我们严格限制啊，里面要做好防护的措施，是啊，好，所以这组夫妻算是失败啦，给他鼓励一下，鼓励鼓励，好。我们马上欢迎下一组，下面一组是谢元迪、叶玉卿，哦，加油加油！这组这几组夫妻可以看到呢，就是因为那个体型过于庞大啊，所以换衣服的速度就会稍微很慢了。哎，这组也是刚得到我们新马旅游的哈，看能不能拿到20000块奖金啊，锦上添花了啊！哎呦，那这趟旅行就太美满了，真是一杯，开始走。来不及来，啊！哎呀，差几秒败了啊，差几秒钟而已啊。对呀，好可惜啊！哎，怎么有袜子在里面呢？有袜子啊！哎，这袜子不是这个袜子，太太的袜子。的袜子啊！这太太的袜子。我们偷偷，他们呢，这个机组呢，差一点点哈。哦，这组是差几秒钟，上一招一穿好之后就完成了啊。哎，有没有信心再来一次？啊，好，好不好？要加快了，要加快速度来。好，请那就来，换回来就好。要换回来啊。速度再快一点哈，希望可以拿走我们20000块钱哈。这一组也算是失败的啊，鼓励鼓励，掌声鼓励鼓励。哇，来，接下来要介绍我们的第三组，吴汉松、林雪晶，来。哦，这个一波重量级来了哈，加油！这对叔叔不跟你讲了，要多5秒才行。对啊。应该给他们多少秒？30秒嘛。谁的体重要增加嘛？我们要比上那个打拳有没有羽量级、银量级、重量级的？不是，因为床铺已经下线了，知道吧？给他们哈，好，三十秒哈，好，30秒，预备，开始。看来裤子有人这样穿的吗？哎，平安讲这样穿还蛮好看的。哎，会不会带动流行？带动流行哈，是穿反的。所以我这对夫妻为什么给他30秒？冰心的困难呢？嗯，哎，这样好了，50秒10000块。50秒，因为你们体重实在翻身都困难。今晚背一个请个假，口换正面，正面穿在那边。你把，你等于是红白，你等于是白红。好好好，三碗垮完了，对吧？你好，一杯，好，加油加油，你桂冠几板块，好嘞，板块，加油哦，一杯，你冲啥？啊，好的，头疼哦，啊，一杯，一杯。
一百秒怎么样？哎，这样，哎，接下来再给他们五百秒，你看怎么样？不是，就可表示他们呢要多做运动，会减肥、哎、啊。我刚刚是促进他们运动而已。是是是，今天来啊，来这一趟啊，也减了3公斤了。好好好啊，你站起来，你站上，你困起来，困中到了。好，来鼓励鼓励。哎呀，赵婷。那今天3组都没有把我们钱拿走啊！是，我们要我们看艺人呀，艺人可不可以把这个钱拿走、啊？赵婷，你要跟谁？你喜欢张若昀这型，还喜欢江明学这型？我觉得张若昀可能会比较快一点。他们商量很久。张若昀比较快一点，你怎么知道？因为江明学头比较大。哦，好，来抢机会，张25秒，25秒啊！两位是好像有机会哦。两位啊，男未娶，女未嫁，会不会换着换着就换出火花感情来了？男生呢是身材矫健，女生呢可以说是比较短啊。短小灵活、啊。那换起来应该很快，应该快啊，说不定十几秒就破纪录了。预备，预备，开始。正反面都对的话，那就可以有可能得到我们的奖金啊！对，裤子是不是前面？好，口袋前面，来，赵婷。我15秒就脱完了。哦，啊！你以前是做什么脱的？怎么长？怎么脱衣服脱这么快？我看你裤子，来裤子，来线头有没有？好，哎呦，2万块奖金，2万块。哇！现在我们找现场的我们现在有江明学啊。CW 那贵官冷满考好冷满哦冷满哦你啊喝了来蛋你哦你参帅哥啦阿伯也帅都是爱阿伯啊你今年几岁37我们讲观众来嘛跟江明学开放40秒好吧40秒啊江明学加油啊江明那我们今天就贵姓哪名啊李一梅啊，放好轻松，轻松上个溜起来。今天林丹有来不？无啊，不叫你来唱。林丹有江明学在引导不？无啊。好，但你们当加一刀夫呢哈。来，就请就。来，加油加油。好，跟我们这个闽南语歌坛的白马王子哈，江明学哈，请腾口了哈，预备，出。戏啥表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我那边疼了，你提裤头掉下来。好啊，好不要。哦。哎呀，那通过了，通过了。所以观众会觉得说，哎，我们为什么标准不一样？因为他们现场没有做好准备，他们也没练过啊，没练习。对呀，那配合江明完全是馈赠啊，我们现场的来宾，我这回馈了啊。这个拿回去也是，你为都会来。为当酒。
当自由，当自由，加油，当自由，够远的来了。提灯伊啊，两万块变哪样？包油咱车。哦，多谢你婆先来拍一个。当自由。接下来邵美琪。啊，邵美琪是。邵美琪。邵美，你帮我拿一下，我去换衣服。对。不是我讲你，这个我们要改进的。主持人不能公器私用。我们游戏只能监督，不能亲自参与。我们主持人要公平。公平。邵美琪呢？我们请了，不要跟艺人，我们找到一位老师。哦，这位老师也是很担，是，就这位老师是。头发呀？你头发怎么变这样？是什么头发？是啊，刚刚他说他睡觉头发都这样子。没有，邵美琪，我是骗他说你换衣服，我给你一分钟。他说好，马上就换了，毫不考虑。其实不能一分钟会被人家骂死的。对，我们这样，我们增加我们59秒好了。哎，不是，这个我们一样标准40秒，标准要客观。人家40秒都可以换，可以换秒，可以吗？哈，老师贵姓大名啊？钟。失踪的钟，失踪的钟啊，是带哪些同？后面都是你们同学是吧？来，各位老师加油一下，帮老师加油啊！好，来请就位。OK， 钟老师结婚了吗 ？No 啊、哦，单身啊。瓜哥，你快点，人家已经要脱了。等一下，这个是。预备，开始。刚刚你是穿什么？白的，你穿红的，确定？要确定啊！来，请道歉，请来。来，裤子有问题哦。有吗？我们要检查一下。裤子有问题。如果检查没问题的话，就是。裤子到了，我看到裤子有问题。来，把裤头来看一下。哎呀！你是没问题。邵美琪是对的哈。是他有问题啊。那你自己掏腰包拿2万块给他好了。你上瘾了，你。喂，不玩了，哇，再一次，我干嘛让你舒服啊 ？OK， 这个算是失败了，这个啊，这马上要进行我们的中国电视史，今天播出的是《董月花》终极警探。抽出中国电视史，咱们今天要跟各位谈的是电影经常描写的剧情，那就是人质绑架事件。这种通常只会在电影中发生的剧情，上个月却在台北市的公共汽车上也发生了类似的人质扣押案件，着实让每个人捏了一把冷汗。今天中国电视史将要推出一个真人真事改编的人质绑架案件，其歹徒的凶狠、手法之残暴、过程之紧张，都可以说是史无前例。就让我们一同来收看今天的中国电视史《董月花之终极警探》Die Hard。乱放屁的，尤其
啊心善，我现在发现你是面啊心更啊。我跟你讲啊，刚才那个屁啊根本是他放的，我站在他的负面，我会看到那个屁啊是从这个尾椎扩散四十五度啊给他给排放出来的啊，根本就是你放的，为什么还会来是我放？各位，屁是他放的哈，他逼我讲的，本来我是不太想讲的哈。你还有什么话说？我没有什么话说啊。尤其哦，刚才啊，我手啊就放他的屁股后面，本来手还有流手汗的习惯，被他一股强风一吹啊，整个手现在粉干了、啊。我这个手是被他屁吸过的，不吸过你闻闻看。整个就是屁的味道，你自己闻闻看。我问你，早上有没有吃韭菜盒子？有没有？有吗？有吗？有猴子吗？有猴子吗？韭菜盒子？妈，没有吃韭菜盒子，我吃的是韭菜饺子。哦，讲，还敢讲我这个脸是什么极品？真是太阿力。凭良心讲，这个吃韭菜放的屁还真的很臭，比我养那个土鸡放的屁还要臭。不过没有关系，今天呢是董业发要来应征的日子，我想呢董业发是烟笼业开发的，今天应该会很成功才对。我除了养土鸡之外呢，现在要开发我的事业第二春了，我要去 interview 了。对不起啊，哎，这位小姐，哎，我想请小姐，小姐，我在跟你讲话。对不起哈，请问一下，这个总经理他的办公室啊在哪里啊？哪里呀？你是来面试的吗？是来应征的。我带你去。谢谢哈。你人长得很漂亮哦，哎呦，暗将，谢谢哈。来了，谢谢哈，谢谢沈梦英啊，准经理找。嗯。叶发，毕业修发的叶发，叶轮叶开发，谢谢。之前做什么？之前呢、啊，都坐公车，就是公共汽车。后来有捷运了、啊，就坐捷运了、啊。那今天呢，特别发了200多块钱坐计程车来应征的嘛。刚才还从楼下坐电梯上来。谁问你这个？你干什么带着一个垃圾桶啊？你是神经病啊！等一下，等一下嘛，谁来？现在不是很流行那个铁面轮吗？你看这上面捏面轮。你干什么带捏面轮？韭菜盒。哎呀，你干嘛？你这里不卖韭菜盒？不是嘛？你这个记性很好，我不想教你哈、哦。出去！不是，我跟你讲，我自己像鸡屁股，我知道。有时候照镜子。出去！不是，我跟你讲，我是学商业文书的，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乱说。出去！我是粉纯进来做应征的嘛，你不要告诉我你是来应征的，你这个长相来应招都没有人要。应招啊？应招是什么？是不是要去当兵哦？是点招。点招？我出去，你这笨蛋！总经理，试一试我出去，我跟你讲，机会。公司里面用一个粉尘师当秘书，不是很好吗？竟然还这样子对待你。
还是我脸长得像鸡屁股，很像吗？很像吗？只是我再犹豫一点，不要跟他计较，这个奇怪气得都想尿尿，我尿哦。八德路的红白大楼目前有歹徒劫持人质，里面有一位目击的证人，现在用手机和记者来通话，我们来听一段这个电话的内容。是是，现在是有在转播是吗？是谢谢你，我是这个中立粉丝董艳妈，大家好，我现在站位置啊，很危险哦。哦，是吗？我刚才看到啊，有这个粉阿烈阿图的几个这个暴徒啊，进到这个大楼里面来。小姐，你不要着急，歹徒究竟有多少人？很安全吗？是，我跟你讲哦，我现在躲在个很安全的位置，他们都找不到，他们也绝对哦不知道说我就躲在厕所里面呢，而且是进门第二间，最安全了，你不要跟他们讲哦。哎，小姐，您这样说可能会有危险。是，我们会随时与您保持联络，希望您注意自己的安全。是，赶快救他们，他们在办公室里面哈。当然，现在我们随时会插播最新的状况，交给棚内的主播，谢谢。有人来厕所里面躲一个人呢、啊，给我抓住来！你啊！我要你报备10000到户口里面。1000万，太多了一点吧？你太看得起我了。快！我知道，要连号的旧钞。如何逃离险境？
别动，别动，出来，出来！怎么来看人家上厕所屙尿啊？要脸！哎呦，两个渣子是不是啊？你看得到，关注这两个人。我看不到，因为你们声音都听着了，两边假发还喷了这么口水，这么口水啊！来数，我十二岁就是你了。骗我，看得到？没完没完没完，我是喜欢拜拜啊，拜拜我们虔诚的佛教徒，观音菩萨大慈大悲啊，啊，不是他，说啊，你讲什么？看不到我，站住！哦，有没有行动电话？行动电话哦，没有，哪有我们？就眼睛也看不到，我们那个怎么拨行动电话又也用不到哦，没有啊。嗯，大家没有到，走。对不起哈，谢谢。没有啊，没有啊，不是这个，练习飞棒哦。因为哦，以前小时候想说将来会当这个棒球国手，可是后来眼睛是失明之后就有这样事情，有时候讲练习飞棒，这样不好。把它摆平了，然后这么笨的逮捕，这个就来办案就会成功吗？敲鬼嘞！喂，好，小心不要着火嘛，慢慢的，我过滤着。不要废话。好，是，我跟你走。好，小心一点，小心一点。这个枪不要着火。少废话。那个枪不要拿着这样子，很危险哦。哎，奇怪，你闭嘴。你很漂亮，你不要那么凶啊！蹲在那边，留下来。好，谢谢你一下，好，谢谢。喂进去了没啊？我在试啊。奇怪，是1000万台币嘛？哦，美金啊？美金？那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啊？那要花我半个月的薪水哎！别吵，快点。奇怪，搞得快不进去啊！哎，我你要干嘛？不是啊。怎么会飞不进去？我跟你讲啊，我是电脑高手，我很会飞这个东西的，我可以帮忙吗？你会吗？我会啊，我会啊。啊，乖，谢小阿婆。是我一个小小疑问哈，在飞之前，我想请问一下哦，你有一分吗？有结婚吗？关你什么事？不是啊，你说长得蛮帅，很像那个润达法，我蛮欣赏他的。谢谢你的。我来飞一下哈，蹲下。你说飞这个瑞士银行的账号是几号？0806449，0806449。好了，飞好了啊！我的一电话。好了，那我这个没有事情，我下班了。等一下，不用回去。不是，我又不是公司员工，我跟他蹲在这里做什么啊？对不起。告诉你们，你们已经被我们包围了，马上放下手边的武器投降，然后就立刻采取攻坚的行动。我们现在这边有8个人质，我要限制在半个小时里面全部撤退，如果不撤退的话，就每半小时3个人质。3个人给你看看。乖，你们两个过来。不是，你们两个。为什么嫌我们两个？你不要这样子。我还没结婚，我还是小家奴，没结婚，小孤独主。大哥，有请我守身如玉，你杀他好使。杀他，鸡屁股。对，韭菜佛，鸡屁股。那鸡屁股。哎，鸡屁股，韭菜盒啊，韭菜盒，鸡屁股，韭菜盒啊，韭菜盒。不要吵，等一下。就是啊，到底先杀谁？我就用点的，韩信点兵，点到谁就先杀谁。恭喜你，为什么我鸡屁股？人生如浮云，夜发命运分不顺，怎么点到我，我要就完蛋了，真是太倒霉了。还没有点完。太佛就使劲了，还要继续。
据点。这是命分不顺，爹妈。点到谁背上？还没有点完。你点完了。哎呦，师姐来 ，Give me five，Yes，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Give me five。第二个，第三个，啊！太恐怖了！来来，私人节安排好了，四点钟会到吗？太好了，我们有这笔钱，可以到没有人送的地方，在一起了。我们可以在国外结婚，生好多好多小孩，买个大房子，看得起呀。这个我不反对哈，你们顺其我你们家的事情。我们现在时间已经要到了四点。你们不是要蹲鸡吗？赶快准备蹲鸡喽！刚刚才三点钟，你在四点了，这么快啊？阿姑啊，这个我时间是这样的，这个我有时候一紧张，时间一分一秒很快就过期了，就像快乐时光永远特别短暂。注意，我赶不上去蹲鸡喽，快点快点，干干活干干活，我们走吧。好，谢谢谢谢，好，拜拜拜拜。一个人独享比两个人更难熬，真是太没有人性，太阿力，阿力，邪阿，你是阿力除以阿力，阿力阿力阿除以八是阿八，你是把骗子搞过子有素质，吹过子出吹太，你骂完没？骂完喽。好了，各位，后会有期了。刚才陆师故意哦，把这个时钟把它拨快哈，把它骗到天台上面去。现在我们两处空档了，大家赶快到电梯口哈，我们赶快坐电梯的下去，这样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赶快逃跑。那我们大家哦，现在看到电梯口去，准备，跟我一下。真是人生如何有恩，这对，别动，他把你们怎么了？警察先生，你们的刚刚好就是时候。我跟你讲，我就是打电话给你们的那个人质，我是董叶发，我没有向阿势力低头，我就撑到现在完成他们。歹徒嘞？歹徒，我跟你讲哦，你枪放低点，我好恐怖，你不要对着我头嘛。歹徒，讲刚才还好，我聪明啊，我把歹徒骗到这个顶楼去了。可是呢，趁现在直升机还没来时候，他俩从楼上下来，我们现在大家站在这边哦。不治好就可以逮到他了，真的，他马上给我下来，我跟你讲。哎，转住他，转住他，别动！别动！哎，别管，我想毙了他。哎，夏清源，不要开枪，不要冲动，你们不要开枪，你们跑其他了，是土鸡哈，那土鸡夜发土鸡的土鸡，不要开枪啊，别跟过来。歹徒先生，我忘了跟你讲，我有极高症哦，你干嘛要这样做？哦，真的很恐怖哦，我们躲在这边等他找到。是啊，你干嘛这样？你这么年轻哦，又长那么帅，哎，不要为了钱过不去嘛，钱财乃身外之物嘛，对不对？何苦嘞？我这一千万啊，我下辈子这个糖吃啊。我跟你讲哦，你那个一千万美金哦，我没有把你汇进你的瑞士银行账户哦。啊？没有。我
不容易看你混进去了。哇，某王，我哪那么笨呢、啊？我是把那个钱呐、啊，用电脑飞到红白胜利啊，这个胜利计划的爱丁生产专属钱。啊，我的钱啊！啊，对了，我还没问你啊，你那个钱是要，哎，这个捐给李冠呢，还是要分一点给吴国华，还是要这个重度智障啊，还是这个林立尊也要给一点呢？啊啊，好，征求你同意嘛，是不是？啊，我的钱。来，对不对呀、啊？我们让慈善的事情多做一点，不要这样为非作歹了。哎呦，那个师傅妖兽啊！等我离开这里啊，我立马杀掉！不要这样，你那么凶干什么？我跟你讲嘛，对不对？做做好事嘛，对不对？歹徒先生，不要自毁前途哦。哎，这都掉久了，锁粉栓，你会不会栓哦？锁栓关你怎么事？出来，我跟你讲个小偏方，如果锁栓呐、啊，这个锁可以拿起来甩一甩，这样促进血液循环哦，就反上很好。真的吗？真的，帮你试试看吧。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啊，很有效哦。啊！哎呦，小心不要压坏那车子哦。这个歹徒怎么都这么笨？奇怪了，他怎么干嘛两脚一起甩？他不会这样啊？分开甩就没有事了、啊，对不对？这样很轻松啊，都没有什么啊。动作会转弯，今天真是精英进出啊！哎呦，哎呦，精英组来了！是是是是，分成了两组比赛，比赛完了之后进入最后的总决赛，总决赛可以获得泰国六天五夜游啊！来，马上进行我们的第一组。第一组有杨思敏、曹希平、吴佩慈。好，有请到我们的老师芭比娃娃的妹妹叫 Kobe 娃娃 ，Kobe Girl， 鼓励一下哈。Oh my God， Big Girl， 你的头发又换了，你像印第安公主一样。嗯，哦、妹妹。脾气脾气，老师现在很疯狂啊！是是，听说现在外面不得了了，人家走在路上，大家都指指点点的。对对对对，小杂货，小杂货，打电白话，小天空了，笑一溜。来，音乐注意的，看大家注意看了啊，好，看完叫 Kobe 了，音乐请。非常好，来，请就问。哦，这个看似简单啊，嗯，一起来了，预备，音乐起来。一塌糊涂啊，乱的这样。好，我们开始。再前面一点，音乐请。够乱了，来，思敏，欢迎到前面，思敏到前面，再前面一点，音乐请。他只有最后一个 pose 对了，对，但是有观众朋友来公投啊，认为杨思敏好的请举手。哎呦，啊，谢谢谢谢，乖乖还不少嘞，因为喜欢他啊。认为曹希平好的请举手。举手，可怜啊，哇，这个。来，吴佩慈好的请举手。好，杨思敏获得一分。来，第二题。请就位，这个够简单的吧？这也很难了。音乐请。哎，
一个吻呀，可以不可以？杨思敏到前面，杨思敏向我转。音乐请。好。哎呦呦！睡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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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睡睡睡睡。哦，85分了，你七名，你七名。谢谢。音乐请。不错不错，李老师还好，95分了啊！来，佩慈，哎，好，请入，拿出你们的良知啊！认为杨思敏好的，请举手。哎呦，这是小朋友。认为曹希平、曹格格好的，请举手。他跳这么好，还没几个举手。我问一下，认不认识这个人？认不认识？你啊，他叫什么名字？曹希平。对呀，还是很多人认识嘛，这是真笑。妹子好的，请举手。哇，还有人举手，好感动哦。不，他们两个其实跳的一样好，一样好，真的是一样好，所以各加一分。好，各加一分。谢谢。现在这一组判定的是我们杨思敏晋级，鼓励他们晋级下面一组。第二组有李志奇、初级罗百基，来三位优秀的来，请。好好，简单，这组比较简单了，来音乐，请。停一下，停停停停。你又忘记啊？这样想起来没？你再望一次，你再望一次看看。再一次啊！做再一次哈！再一次啊！你再望一次，准备准备扯头。这礼拜吐钱的时间比较早，你是有心事是吧？音乐 1 2 3 4。不错，三位都很优秀，准备投票。第一组李志奇好的，请举手。出镜好的请举手。哦呦呦，放下。谢谢。罗百吉好的请举手。举手，举手，快！不过这一次判断的非常的标准，因为呢，真的是出镜没有一个动作 miss 掉的。对，好，那我们出镜获得一分。第二题，预备，请。OK， 请就位。1 2 3 4。啊，这个就比较大家好。忘记了。来，向后转，出镜，往前。来，向后转。1 2 3 4。OK， 就位。啊，你忘了。没关系啊，我知道。来来，李志奇，李志奇。OK， 这李志奇跳舞好像在做早操一样。对对对，他已经很努力，可以看他很努力了，很认真，很勤能补拙。对对对，来 1 2 3 4。直接回头看，就回头看。好，认为罗百吉好的请举手。举手，快！放下。棒棒十二。认为楚景好的请举手。哎呦呦。认为李志奇好的请举手。没有啊，没有，不会吧？谢谢你，谢谢你。所以我们总冠军的决赛是曹希平、杨思敏、楚景。我的动作会转弯，到底谁能获得总冠军呢？动作会转弯，决赛组有出镜曹希平、杨思敏。好 ，Copy Girl 来
总决赛啊，所以题目会稍微比刚刚难一点，而且可以决定啊，到底谁可以去泰国帕塔亚啊。好，来音乐，请。芭蕾舞，天鹅湖啊，忘记了。来音乐，请。前面是什么？不错，来出镜到前面，音乐请。OK， 来不错，小视频 ，One Two Three Four。这天鹅太肥了，太肥了，太肥的天鹅啊！这不是天鹅，是鸭子啊，鸭子啊！没有，哦，还有小朋友说你好像黑面皮鹭啊！来，请就位，来，杨思敏，请到前面。思敏 ，One Two Three Four。这个其实不均要投票就知道，这一分是我们的楚景。好，大家很清楚看到楚景跳得比较好。来，第二题，音乐请。忘记了。来，音乐请。OK， 来，请到前面。出镜，音乐，不错，哎，张启明，哇，音乐请，不要下。也不错啊，杨思敏，思敏，阿姨多坐。音乐，好，这个要投票了，这个要投票。这个三个表现都不错啊，认为出镜好的请举手。哇，哇，这个好像几乎全数通过了，好像从出镜参到现在没有不好的啊，哎。曹希明老师请举手。好，来，大家公正客观一点啊。好，认为我们杨思明好的请举手。好，那就更少，我忘记了。没关系，有什么总冠军是我们的。接下来，董志成都没有出过题，来吴佩慈。啊，我真的可以吗？三位东来，有六位，学的最好的。所以最好了，我们制作单位颁发3000块的奖金哦，3000块奖金最一个懂，好不好？奖助，哎，老师不能参加啊，老师一参加你是最好的，看着啊，来，我放弃，太烂了，搞不懂，不是哎。算我刚刚的话没讲，不是，这个里面融合了六种舞蹈，不是有霹雳舞、爵士啊，还有古典，怎么会烂成这样？你还记得吗？因为我想要考倒他们，可是我有时候想太多了。你现在自己考倒自己，压力。我再去看你跳一次，我再看你跳一次。One two 又不一样 ，One two three four。又不一样了，对，这次有没有好一点啊？就以这个想起来打你，你看现在电视机多少，前面要砸电视。OK， 你现在跳的要跟这一样啊？一样，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啊？那个啊，不行，我哥哥董成银，我董成银啊，我哥哥知道，来，知道不知道？到前面，我是有这个舞蹈渊源。闭嘴了，我注意看啊，看谁跳的好啊，大家一起看 ，One Two Three Four。
三位请到后面去，各位评审要记清楚啊，来，三位请到前面来。我还要跳吗？我就皮，哪能跳出来？我跳哪个？出题就是，而且我每次记得好辛苦。来，三位请。哈哈哈跳腿软的，你看到吗？你是谁？那你第一个，你第一个腿软的第一个。One, two, three, four.李志奇 ，One, two, three, four。瞎跳一个，吴佩慈，下一位。好，来六位，三位请出。来公投了，公投了啊！各位要注意一下，公投了，各位有印象的啊，公投了。其实哈，我个人是没有分数，我知道，但是我觉得那个，我个人是投给罗百吉啊。来，不能左右我们所有评审。曹新平好的请举手。好，有十几票啊。来，认为吴佩慈好的请举手。吴佩慈啊，大概不到十票啊。楚景好的请举手。啊，票数三十几票。好，来李志奇。好，大概不到十票。罗百吉。杨思敏，好的，请举手。好，对，三千块颁给罗百吉。那我们这个颁给谁呢？楚景嘛哈，泰国六天五夜啊。谢谢所有来宾来到我们现场，还有一个精彩单元红白胜利。来给人趴了，来，我们再一次 ，One, two, three, four。这样就对了啊！是我的脑筋要转弯。这个题目呢，完全是用倒装的这个句子。倒装句啊，是。那比如说王雪娥刚刚很害怕，说她根本脑筋反应，讲这个也害怕。是，你们不用讲出来，只要做动作就好了，手拍。拍手，好厉害！我要把它转成广东话。嘴亲，这样子的。来，好，马上注意了啊！这一组我们也要产生冠军了。第一组的参赛者有颜志玲、朱茵、尤秋兴、王雪娥。请。圈一场绕病，路走人气积雪。太长了。那本来就那么长啊，每一题都那么长。这是这里面最短的一题啊！来，再讲。圈一场绕病。路走人气积雪，差不多对了，但是没有把它完成。圈一场绕病，路走人气积雪。好，朱茵获得一分。什么意思？王雪知道什么意思吗？学机器人走路绕场一圈，啊。这太难了，这本来就每一题都这样子啊。我们是最简单，第一题是最简单的。来，第二题，总共有十题。第二题，替奔打斗发里地雪天兵在。朱茵获得一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懂吗？在什么打滚呢？在冰天雪地里面打喷嚏。哦，打喷嚏。我刚刚以为他学对了，原来他是在笑。我以为他打喷嚏的。哇，好厉害哦！我们三个人输给一个从香港来的朱茵，你看看，真是太难看。来，请出题。五腿大跳对拉拉雪，五腿大跳对拉拉雪。哎，这个很厉害了。我们动力火车比较早，但是跟朱茵一样了，一起都很快，各加一分。王雪娥什么意思？学拉拉腿什么东西？拉拉腿啊！天哪，够了，真是够了。学拉拉腿，吃大腿，吃火腿。来，下面一题。瓜傻是你说，多耳的人必隔揪。瓜傻是你说，多耳的人必隔揪。瓜傻是你说，多耳的人必隔揪。要做出来啊，朱茵。到底是傻瓜。然后呢？说多隔壁泥鳅。
你在讲话、啊。在干嘛？你在抢话，注意。傻瓜。傻瓜。不是，有四个字啊，不是光傻瓜。瓜傻是你说。你傻瓜。你是傻瓜。啊，我是傻瓜是你啊。你是傻瓜。傻瓜是你。傻瓜。注音获得一分。揪隔壁人的耳朵说你是傻瓜，你是傻瓜，你是傻瓜，他一直揪人家耳朵，也不说话，揪在那旁边太傻了。在想说，来下面一题，投掷首席有朋小学，投掷首席有朋小学，好，朱茵加一分，什么意思？王雪儿，学小朋友。西子头好哎，聪明啊，聪明啊！他自己还在那边鼓掌，你要做出来动作啊，不是光翻译而已啊。来，下面一题。身挺地扶下二座首单，身挺地扶下两座首单。好，这个三位都各加一分。朱茵因为单手不可能，所以他做出动作来了。王雪儿加油啊！好，下面一题。吻热吕琴是装假人的董小雨。吻热吕琴是装假人的董小雨。什么表情？啊，朱茵加一分，朱茵加一分。朱茵好厉害啊！他知道题目，然后过来看到他。不是我念的不是叫你跟隔壁的人呢、啊。没有。吻。我刚是不是讲吻热吕琴是装假人的董小雨？你是假人吗？我是真人呐、啊，与小董的人是情侣。好，下面一题。好了，没关系，说对了。下面一题。霞飞小，雅飞，雅飞唱边跑边。霞飞小，雅飞，雅飞唱边跑边。不要小飞侠。坐，那坐出来。不要小飞侠。那唱出来啊。对呀，小飞侠。王雪可怜了，给一分算给王雪了。但是朱茵很快，朱茵这个东西就没有唱出来。哎，我不懂唱啊，怎么飞啊？第九题，车煞急紧司机司，这站上车公在。车煞急紧司机司。好，动力火车加一分。司机急急上。第十题，各七三个吉友号福音助问情。个七十三个吉友号福音助问情，请问，你疯了？请问什么站在哪里？来，再念。个七十三个吉友号福音助问情。三十七个注音符号，什么呢？三注音符号有三十七个。好，动力火车加一分。好，十题出来了啊！我们来宣布我们的成绩啦。总共在这个脑筋要转弯当中呢，动力火车两分，第一位动力火车两分，注音七分，第二个动力火车三分，两个加起来刚好五分啊。Billy是一分，不错啊。那我们这一关获胜是注音。我的脑子叫转弯，还会比出什么超爆笑的动作呢？第二组的参赛者有方文琳、熊天平、阮丹青、林志纯。四位加油了啊！第一题，小董，不要输给这个国小六年级的哈。秦表的密变革一座，秦表的密变革一座，秦表的密变革一座。好，林志纯加一分。哎呦，速度很快啊！你是本身自己就有这个毛病吗？没有哎。便秘啊。第二题，好官长说病，李镜头镜对面。嗯，好官长。好官长说病。李镜头镜对面，长官好。好，方文琳加一分。都敬礼了，但是没有说长官好，并没有完成啊。来，第三题，扶衣洗手用上帝再蹲。扶衣洗手用上帝再蹲。熊天平、方文琳各加一分。第四题，
奶牛挤，牛母帮在正你。好，方文琳加一分。我熊天平，你方法不对，挤牛奶不是这样。那个是挤人奶了，应该是这样。哎呦，他做得很好。嗯，第四题，第五题，做动的导舞羊有断一跳，做动的导舞羊有断一跳。好，这个四个人各加一分。第六题，车篮外野交荒在女美卫衣。好，林志纯、熊天平、方文琳各加一分。第七题，胜或谁是寇最跑赛兔龟问情？胜或谁是寇最跑赛兔龟问情？兔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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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兔兔子，兔子，兔子，乌龟，乌龟，乌龟。你这样比乌龟啊？不是。他是问你说龟兔赛跑谁获胜，你们一直讲兔子兔子，这答案不符合，虽然做出来，那乌龟也做错。乌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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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乌龟嘛啊。来，方文琳加一分。那个刚才是 B 的加一分。第八题，茶奶霸波摇身误服是双方文琳加一分。我题目还没念完他就做完了，做完了，太厉害了。不是你出的，第九题，西湖工人做他帮众官场现卫衣找，西湖工人做他帮众官场现卫衣找。好，熊天平加一分，熊天平最快了啊。第十题，皮桃婆吐不葡萄，不桃葡皮吃令口让。我林志纯最快了，是念一段绕口令，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啊，吃葡萄倒吐葡萄皮。所以林志纯这一题呢最快获得一分，我们宣布成绩，方文琳有七分，熊天平有四分，阮丹青一分，林志纯有四分，来恭喜我们这一组方文琳获胜。好，这一段总决赛呢，我们个人取决于方文琳还有我们熊天平，加上我们的这个朱茵，有三位进行我们的总决赛。只有总决赛啊！好，来，请就位。决赛组的参赛者有方文琳、朱茵、熊天平。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总决赛了。获胜的可以获得阿里山住宿两天一夜。嗯啊，那里地方蛮好的。我们马上开始总决赛啊！嗯，来，无法头段一跳请，无法头段一跳请。朱茵是最快的，朱茵获得一分。由于三位是冠军，所以我们题目越来越快啊！跟主仔细听了啊，做动的金拉腿劈格一座，啊，熊天平最快，获得一分。他急弹在手，他急的狂风。好，方文琳加上我们熊天平各加一分。体身的人闭格搜，查井是几字装甲。好，三位都很快，各加一分。第五题，乐感不也在我说多尔的几字者拉手说双。我不敢，我不敢，我再也不敢吃。好，朱茵获得一分。什么叫我不敢吃啊，方文琳？什么叫我不敢？敢什么？我再也不敢了。朱茵，你看 ，OK， 蛮厉害的，一分。来，第六题，六一二少多是方次三的六题学数。数学。好，方文琳、朱茵各加一分。他答案已经告诉你了，什么数学你懂不懂？他还说我数学不太懂，六一二就二一六了嘛。我就算我笨了，这上面有夸我说不能念出来，给我念出来啊！我自己给自己扣一分。哎呀，来我们这个阿鲁巴记一次啊。第七题，刘海入河黄，进山一日白，唱动带诗老带学。黄河入海流。方文琳各加一分。方文琳、熊天平各加一分。这题对朱茵比较吃亏的，朱茵吃亏的不认识戴老师。第八题，习仲官道丢，掉脱子鞋的人持主将。朱茵最快了，你看到没有？反应好不好意思啊？朱茵往这边跑，两个往那边跑，我不知道跑的什么意思。将主持人鞋子脱掉，丢到观众席。对不起，电话，我来找朱茵啊！好，你好。走走，我
不在。点完了，点完。朱茵获得一分了啊，这个厉害了。第九题，剃平邢子秀用边衣，饭桌边衣妈阿老。再念。剃平邢子秀用边衣，饭桌边衣阿妈阿老。什么？阿妈？怎么样？剃平邢子秀用边衣，饭桌边衣妈阿老。那个。好，朱茵加一分。他是一边做饭一边擤鼻涕，所以朱茵刚刚做对。老阿妈一边做饭一边。可是朱茵刚刚做的不是做饭，是洗衣服。第十题，你注意了。肉鸡的你出秀行，选首选美健卫衣是你。好，熊天明加一分。哦，成绩很接近啊，我们来看看分数了。方文琳四分，熊天平五分，朱茵六分。我们总冠军是朱茵，他阿里山也没有用，来留给他，他会去玩吗？会啊，他刚才跟我说阿里山在哪里、啊？会啊，要不要玩？很漂亮。我每一次也是来着宣传、啊。可是是两个人的位置，两个人你要找一个谁去玩了？我待会告诉你。我也没有去过阿里山。我带你去看神木。总冠军朱茵，我们更精彩单元红白胜利，赢的胜利。